曾侯乙村盘，既是施蜡法的标志作品，更是青铜工匠的图腾。在尊盘上盘踞着上千只蜷曲的怪兽盘喙，是卷曲的小蛇盘螭，是没有双脚的龙。尊盘出土后，它的制作方法产生了巨大的争议，人们纷纷猜测2000年前的工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。直到一名工匠经过20年的时间，用施蜡法成功铸造了1:1的复制品后，尊盘的制造之谜才最终解开。这名工匠就是曾经参与曾侯乙墓发掘的工作人员黄金周。当时完全是凭兴趣吧，施蜡法没人做，我开始就顺着着我来搞施蜡法，看是怎么样。这么多年我现在都记不清了，真是有几十次的。开始就不是石膏嘛，它只能搞一个大概几何形状，阴刻是吧，刻成一个佛雕的那一个石膏模型。地形呢才开始在研究这个蜡模。从石膏到蜡模，这个过程虽然采用了硅胶这样的现代材料，但是制作原理与古人并没有本质区别。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施蜡法，我们老祖先那智慧是太大了。我每次做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说你2000多年前，我现在用的这些工具都是什么电呐、啊，什么裸体啊，那就不一样。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，真是非常艰难。我每次做以后的，我对我们老祖先那这技真是叫做佩服着、崇拜的这五体投地的，是那样的。古代没有机床，无法直接在青铜上雕刻，只能采用中介物质石蜡。石蜡柔软，可以雕刻复杂的花纹，这是施蜡法工艺的开始。蜡模雕刻完成，覆盖3层石英砂，反复持续2天，形成坚硬的外壳。随后部件将进入火炉焚烧，进入施蜡法最关键的工序。这就是施蜡法名称的由来。蜡水流失，形成空腔，成为铜水的血管。工匠的巧思随着看不见的脉络，在重力的作用下缓缓遍布空腔。当铜水凝固，厚厚的外衣逐渐剥离，尊盘的一个部件也就宣告完成。一个小小的部件，即使是借助现代工具，也需要经过1个月的时间才能臻于完美。难以想象的是，那位制造尊盘的人是以一种怎样的心境、怎样的意志完成了一件如此复杂的作品，让2000年后的人们瞻仰赞叹。